欢迎来到舒肤佳健康充电站。最近大家都返工返学了吗？搭乘公共交通，出入公共场所，都很容易接触到大量的细菌，并附着在肌肤上。回家后呢，要立刻使用舒肤佳洗手液或香皂洗手，洗去 99.9% 的细菌，并记得使用舒肤佳沐浴露先洗个热水澡，12小时长效抑菌，返工返校更安心，给自己全方位的健康保护。今天的健康防护小贴士，你学会了吗？